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，今天率领着我的众多玩乐 family 的朋友一起来玩游戏喽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来电力室，哇！我的任务现在全部剩右边呢，吼，很恐怖呢，还都在上半部，怎么办？啊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！啊，好多人！哎，是不是有人要追杀我？吓死我了，怎么有点紧张？三号面刀，我一开始先去餐厅拉电线，然后通讯我就到最远的地方准备，然后监控室连电线，储物间装水，然后厨房加工食物，然后后来在餐厅看到三跟八，然后我就绕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七号应该是在弹钢琴吧，然后上去三号直接面刀了八号，这局全票出三。好了，有面刀走面刀了，但是你按的不是时候，我钢琴快弹完了。第一次快弹完的时候通讯中断，第二次快弹完的时候，结果是你给我按下去。啊！好哟，我刚刚跟八号擦肩而过，然后我听到刀声，还没有看到人就已经排了。我刚刚看到四五九三都在大厅那里，然后五号后来原本往上后，他就往右了，所以五号目前应该是好人。然后剩三四九嘛，三四九应该走一起吧。然后一号我有在阅览室看到他，对。餐厅跟急救室拉电线，然后断讯的时候过去解，结果是三号解的哎。然后那他面刀就投他。我一开始电力室配电盘任务，电力室还出现蛮多人的，三四个人都有进去。后来呢，我就往右边跑，我从。经过阅览室，我有看到好像一八有一起进阅览室，然后三号从阅览室出来，所以应该是三号在那个时候盯上了一个猎物，就把八号杀了吧。投三号吧。啊，被抓到了，可以吃饼干了。三四九，你讲的人我全部都没看到，你哪里看到三四九跑一起？五号一直追我，然后叫我不要追他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在餐厅到大厅的时候，我的荧幕他在我后面，他一直叫我不要追他，可是明明就他追我。我那时候餐厅拉完线，四号明明四号就冲过来，然后因为我拿到法医，所以我就赶快跑。是四号在追我，然后后来三四都在大厅，四号一直追我，所以我后来就往右边跑，他就没有继续追了。你很可疑哦。我哪有追你啊，我看到你拉线，我不敢拉线，我才跑掉，然后你一直在我后面。没有，要不要看我的荧幕？哎呦，四号这个语气怪怪的哦，你录个头嘞，录。四号这个语气有点怪。有没有人有影片？他明明就他追我。来来来，我调出来给大家看。他说你追我哎。好，你调出来。我又没看，我又看不到你们。的网速不一样。对啦，要投几？要投三，投三，不要忘记。哎，计票计票，三三三。聊天聊到时候忘记要投谁，你一个人计票就好啦，哈哈哈。啊！我的天哪！可以不要跟我开玩笑吗？两个人在泳池要干嘛？九号，我害怕！完了，我的观测星座怎么办？又有人被杀了，仔细听听看。这么刚好哦，九号面刀，在那个
阅览室下面那条走道往大厅的走道，就这样，因为我刚刚按完了钢琴了。好难哦。九号面的。好呀，第三只狼是谁呀？赶快出来吧。十号，刚刚你前面跑的是谁？一号，你为什么在那个后花园待着？你去哪里了？没有，我只有在后花园角落。九号，拜拜。一号有说是工程师吗？好，不理我。呀，解完看到十号是工程师，我只是想刀一个人，手太痒了。哦，十号跟我说一号跳地，对呀，一号跳地洞呢。哦，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欸，十号，你是柔柔哦。我刚才想说这个声音好熟，在哪里听过？想半天，想说到底是谁讲过一号跳地洞？对啊。欸，一号在干什么？紧张了。我都没有找到人啊，然后都有人按报告说面导，你都来哦？对啊，然后我在三号面导，这一局我这个警长没有派上用场，我在救火的时候被一号刀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好人能够胜利就好咯。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一刀都紧张呢？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啦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可以留言给我，拜拜，下一集影片见。